咱头拄有报过一寡即儿童即即囡仔的活动，加因的节目，啊，伫即平远的即国小、台东的康乐国小啊，因是互即囡仔家己会当来计划讲来交换礼物，啊，有哪互即啊学生囡仔因有哪有人际活动，有哪会当伫即个儿童节得到一个啥新奇的礼物咯？利用下课20分钟，台东县康乐国小学生家己办儿童节活动，上特别节目是提出礼物来交换。得到礼物的方式是用毛彩方式进行，学生拢唔知影家己会摕到什么款的礼物，有人摕到 NBA 包，有人摕到地果，礼物有大有细，小朋友拢无计较，也真欢喜。这样的交换礼物你喜欢吗？喜欢。除了礼物交换活动，台东县康乐国小学生也家己办庆祝活动，每组学生志愿提供自己表演，老师伫台下变成观众，颠覆过去由学校来举办的传统，真正由学生来家己办英雄要爱儿童节活动。我们办这个活动可以使什么同学的什么人际关系变好。我们准备的礼物并不是小朋友一定喜欢的，可是小朋友透过这样子呢哈，能够去思考对方的立场，然后呢，他们也为大家诚心的准备一些礼物。过去儿童节，地方政府拢会送学生儿童节礼品，也是礼券。也毋过，即马疫情较严，儿童节已经真少送学生礼物啦。也毋过，台东县康乐国小透过学生家己办儿童节活动，也会当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